他写字写得很好。他写字写得很好。他说话说得很快。他说话说得很快。他昨天睡觉睡得很晚。他昨天睡觉睡得很晚。妹妹唱歌唱得很好。妹妹唱歌唱得很好。哥哥打球打得不错。哥哥打球打得不错。妈妈跳舞跳得很好。妈妈跳舞跳得很好。弟弟说中文说得很慢。弟弟说中文说得很慢。我考试考得很好。我考试考得很好。我准备考试，准备得很好。我准备考试，准备得很好。我预习生词语法，预习得很好。我预习生词语法，预习得很好。爸爸工作得很好。爸爸工作得很好。